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吃的是螺蛳粉，还有一些甜品。对了，新年快乐哦！祝你们在新的一年中，每天每天每天都开心，每天每天都快乐，每天每天都发财。除了炸蛋，还有一个小煎蛋，我都得要。还可以，味道很不错，就是有点干。这个小雪人好可爱呀，就和你们一样。先擦个头吧。哇，好好吃啊！这个粉就是 QQ 弹弹的，入口特别的爽滑。你们跨年是怎么过的呀？有没有和朋友一起出去嗨？哇，太好吃了。完美。好吃。我就喜欢这种把粉嗦完了，里边还有很多配菜。好爽。这个是小紫杯，
吃了甜品之后吃螺蛳粉最爽了。新的一年一定要开开心心哦，不开心就来看我。那好了，再忙再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。爱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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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们。